OK，它可能只是共享屏幕的选项，刚才可能不需要这个。OK，我看现在人齐，那么现在还少两个。这个就给大家一个技巧，如果以后你们开这个 Zoom 会议的时候啊，如果你要给别人开的时候，你共享这儿的话，你共享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啊，同时共享你的电脑语音，那这样的话，它就直接同时共享你电脑自己发出声音。和你这个通过麦克风啊发出来这个声音，它同时可以共享啊，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下。OK，那么我现在继续来。OK，继续回到简通话啊。你骄傲的飞跃，我清晰的夏天。你骄傲的飞。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大家能听到声音了吧？这个声音可以听到了吧？它背景音乐。再试一次行吗？好。我心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可以听到。哦，太好了。OK。所以呢，这些是他已经推荐的，目前来说比较流行的啊，在这个抖音上比较流行。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呢，使用多少次？你看，这个是使用了221万了啊，已经有221万次使用啊，这里面有7万次使用，就几千次使用啊。这些是有些推荐的，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什么卡点？卡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儿有很多图片，很多自己的照片啊，你需要可以跟这个音乐配合起来。音乐的每一个鼓点呈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啊，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一个切换，大家可以看一个这样的例子。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也是一种直接可以玩的一个东西啊，你到时候把这个模板导入。啊，模板导入，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图片，按照它这个鼓点插入进去就好了啊，然后它自动给你生成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东西很简单，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推荐他用抖音或者是 CapCut 这样来，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呢就带了很多的一些模板，他们不是一个绝对专业的软件，但是会让你做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一个呈现出来，所以它特别适合这种啊一般啊一开始这个基础不是特别好。啊，没有做过这种严格的这种详细的视频技能这样训练，但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啊入门，用普通人就用这个东西可以入门，然后做些比较好的效果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这儿特别流行啊，因为这样的话降低了我们自己制作短视频的这个门槛啊，这是这个卡点，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看像这些就比较酷的一些玩法，比如这个啊。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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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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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蹲蹲。那你看，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但是呢，这个抖音它这个就是一个碎片时间啊，它需要在这个短时间内立刻插入一个啊比较酷炫的这样一个呈现，这些是在抖音上最为流行啊最为受欢迎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我给大家去告诉你，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直接去抄啊。比如说像这个美食的啊，这个其实里面就混合了这些图片，这刚才我说的这种卡点的这种玩法啊，然后你再把这个美食这样的呈现，它会给你不同些呈现方式，啊，所以你就不用再考虑说，哎，我这一张张图片怎么去贴进去，你只要把图片放进去，按照它这个模板进去，你就可以去自己操作了啊。所以这剪映里面它有很多啊这种好的这些模板，你可以直接上，你就不用再想象，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
这个剪映它有这模板，你们现在下载下来以后，好好玩里面那些啊，多看一看看人家做的这些东西，不用你思考啊，就直接可以上手了。那么至于用模板可以修改吗？就是可以修改。修改的话，你是可以直接把你东西套进去的，但具体你要说直接修改模板的话，我现在还不确定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模板，啊，我不是技术型的，哈哈，我不是技术型的，你可以试试看，好 OK。吗？如果你自己想做的话，我估计它也有后台工具可以让你自己制作一个模板共享给别人啊。OK，那么这个剪辑里面啊，剪辑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只有剪映才有的一些功能啊。我现在呢，提前给大家去这个露露底儿啊，有一些这个很好的功能，先告诉大家。比如说，今天我要去着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上次啊，我把这个放到微信群里了，有这么样的一个华为的一个广告，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不带声音的啊，不用担心。OK，就是这前半截儿。那么大家再看一下，它用了哪些的这个视频特效？我们教过的，能看出来吗？这里面有哪些我们已经教过的？大家可以抢答啊。Like the kind of like the dual picture thingy, like the one the same thing that you use with the mirror, like you're on the ones, and the same thing OK，we used for like the beans and the water. 那个还不是完全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里面他的手都上了这个屏幕了，手已经在这个屏幕上了，所以这个他不太可能做那种场景的这种用 mask 来做啊。其他朋友能看出来吗？就是那些功能，比如说 overlay，比如说那个 animation。对，overlay 肯定会有。animation 的话，可能有，但不一定。别的看不出来。就比如说，它这个在屏幕里操作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上节课学的那个，对。clock，key。对，这个是最明显，我们一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啊，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用一个色度抠图啊，去了它这里面肯定是绿幕，肯定是绿幕啊。这个本身这个屏幕上呢，就这个屏幕部分呢，肯定是用了一块绿色的啊，把它去贴在上面了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了啊。然后呢，至于说我这儿这 zooming 这 zooming zoom out 放大缩小呢，这部分操作呢，肯定就是它在后面做一些对应的一些操作。那这个操作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叫关键帧啊，中文关键帧，在抖音里面有，但是 CapCut 里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啊，CapCut 没有这个功能，可能以后有，但至少现在没有，现在只有抖音有啊。对不起，剪映有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那这个手进来把这个拿出来，这个怎么回事呢？那这个其实同样是关键帧的操作。啊，同样关键帧操作，一会儿马上给大家做这个演示啊，马上做演示。那么这里面大家如果仔细看啊，这里面其实它里面是有穿帮的，但是很明显啊，它这个手在后面这个操作跟前这个屏幕前的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同步的啊，它肯定不是同步的，就是它不是真的它手，它肯定是分开录了这么一段啊，肯定分开录一段，而且大家有注意到啊。为什么他在拿这个咖啡也好，水也好啊，拿的时候这个桌子都会跟着是往上走呢？你发现了吗？这桌子也跟上走来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就关键帧的操作。它其实这是一种穿帮啊，它是一种穿帮。那我给大家现在看一下啊，我自己拍了一段啊，自己拍了一段来模仿它这个的啊。
适的啊。OK， 就在后面这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啊，我手也是进去，你看啊，我手进去拿起来了，啊，当然我这儿做的比较快了啊，我可以把这儿速度再放慢。那这个怎么操作？我现在就演示给大家啊。OK， 首先肯定是用关键帧，那么这儿的话，我肯定你看看到了吗？这是个块绿幕，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那我就上面贴一张绿纸，看到了吗 ？Chroma key。什么 ？Chroma key。对，我在上面就贴了一层绿纸啊，就专门剪了一大块绿纸，正好贴在屏幕上。那么我只要用这个色度抠图啊，把这个啊绿纸来把它抠下来，那就背后这颜色了。而且这个东西我抠的稍微重点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身体里面没有特别多的绿色元素啊，但是我这抠到一就可以了。OK， 所以这个就可以。那么到这儿的话，怎么了？我这是不是错位了？你看。啊，这个不是我最终的那个版本，这个、不是我最终，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啊，能不能找到我最终的那个版本？是这个吗？啊，就这个，可能是这个。看一下，那这个是调速度。我这个呢，用两种方法实现了，一种是调它的速度，一种是用关键帧。啊，这个是我最终版本，我用这个来演示吧。等会儿啊，我把这个。好玩啊。这个呢，大家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做同样的操作，可以去学习拍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豆子喝水。啊，这个是完成的版本。对，这个是最终完成版本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OK， 那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我现在就来演示一下关键帧啊。OK， 比如说我们现在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整个错位了。OK， 首先我先后拍了两段视频啊，一段就是在外面啊，我这个手，这个杯子啊放在这儿啊，先拍了两段视频。然后呢，前一段上面这段视频呢，那么我就把它哎放在前面来，然后呢，这个是用这个色度抠图把这个屏幕抠空了啊，然后呢，我把这个屏幕呢就对在哎下面这个位置啊，我可以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那么下面这个如果没有对在这儿的话，我可以再移动下面这个位置啊，下面这个位置，然后找到哎他拿杯子这个时间段。对吧，找到这个拿杯子时间段，然后呢我把我下面这个两个呢正好把这个拿杯子这个时间呢两个可以对在同一个时间啊，
哎，你看这比如说这就有点对了，对吧？这个是往上放杯子。哎，就在这儿。这个呢就需要慢慢的调啊，把这个时间能做到，你看这同步，那这个有点快了是吧？我外面快了啊，里面慢了，那么在这儿的话，我就需要把我外面的这个速度啊，外面这个速度把它调慢一点，然后可以正好对称上来啊。但这个我具体不调了啊，那今天我们只是来这个来解释怎么用关键帧调速度，很简单啊，调速度很简单，我选中以后这个第二个。看第二个就是这个变速啊，在英文里面，在 CapCut 里面叫 speed 啊，叫 speed， 你可以直接调整你这个视频速度啊。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啊，我这个手伸进来了啊，你看，注意看啊，我这个手伸进来了，那很明显它是有错位的，对吗？反面有错位的，所以呢，我现在就需要一步一步的调整。你看，比如说啊，我先进来。这个还这还比较吻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把它这个时间拉宽一点啊，这样的话细节我们可以呈现出来，这样是比较吻合的。但是再往下走，大家看到了吗？这儿就明显的对不上了，对吗？那这个就是用关键帧就很好解决。什么是关键帧呢？我现在就来解释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到这儿，哎，这个位置。举例子到这儿很吻合吧 ？OK，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要现在选中上面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屏幕里面这个视频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呢有这么样一个小标记，一个菱形的加个加号的这个东西，这个只有在剪映里面有，在 CapCut 里面是没有的。那么我现在点这个小加号啊 ，CapCut 里面好像有，在 CapCut 里面应该没有，剪映里面有。CapCut 里面我觉得我好像看见过，啊，如果看见那是最好了啊。那我可以再下载最新版的，我看有没有啊。但上次我看是没有的。Anyway， 我先给大家介绍啊，如果开不开有是最好了。那么它在这儿呢，加了这么样一个，你看在这个视频上呢，我也在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红色的菱形啊。那它就意味着在这儿，这个就钉死在这儿了啊。这个动作的。整个这个设置对这个视频在这个时间段的设置已经钉在这儿了。OK， 很好。那么继续我们往前走，那么往前放的时候发现，哎，现在我里面出现错位了啊！你看我现在才移了几秒，这个可能就十几毫秒吧。OK， 十毫秒都不到。那么我现在就出现这个错位了，啊，出现错位怎么办呢？我现在明显外面的手啊，你看我明显外面的手是偏大的，对吧？里面手偏小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就再加一个关键帧。然后呢，我把里面的这个呢，我把它放大一点，挪个位置，正好能跟这个能对上。OK， 看到了吗？那么在这儿呢，这个系统它会做什么功能呢？它会呢自动的把你这两根针之间这个衔接呢，它会给你插进去，它会给你去插进去一些衔接，然后让它自然的过渡到这个针。OK， 比如说我再到下面这儿，你看这儿又出现很大的一个。这个错位对吗？没关系，我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针，然后呢，我把它放大一点，啊，正好跟我这个手能对上，看到了吗？那么中间的这个时段全是系统给你加的，但因为呢你加的足够密啊，你加的这个时间是足够密的，所以呢它系统是就是我们人眼是分辨不出来啊你加的这个东西的 ，OK， 所以它人眼会认为这个东西自动过渡到那儿的。那在这儿也是一样啊，我是人手过来啊，对不起，这儿这儿加了一个关键帧啊，对上了，再往下拉一拉啊，再又对不上了，那么在这儿呢，我再加一个关键帧，再这样对啊，直到我把整个这个动作完成啊，直到把这个动作完成，我可以，它可以控制变大变小啊，然后再往下，你看这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了啊，那么我就把它继续往上提。刚才我不是就控制的就是操作的是拿水，我现在做的是放水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没有关系。在这儿呢，我再加一个关键帧。
但你可以拿水然后把那个 reverse 掉啊。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不重要，我只是给大家演示这个关键帧，因为我这儿有一个已经做好的这个一个特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整个这个过来我给大家放一下，就放这么小一段啊，那就这么简短，这很快这几个关键帧就过去了，整个加起来可能一秒钟都不到。所以关键帧要打的话，打的会需要越密啊，就越看不出来它那个中间的一个效果的这个破绽啊，越没有这种穿帮的感觉。所以一般的话啊，像这种关键帧，他们可能一秒钟里面可能至少得插十几个这样关键帧。所以如果我有个十几秒这样的一个素材的话啊，我想让它完全的吻合，那么我可能在里面需要加50到甚至100个关键帧来保证它这个特效足够让你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这种这个穿帮的感觉。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视频啊，大家可以看啊，我还缩小一些了，我把它现在放很大啊。那么其实大家看它最后从这个里面拿水出来的这个帧啊，它其实就分了几个，你看这这儿是有错位的，看到了吗？仔细看，我放大一点，看到了吗？是有错位的啊。那再下一个帧呢，这就好了啊，这又好的，这又好的啊，仔细看啊，我慢慢滑啊，这是 OK 的。 Oops， 去哪儿？OK， 你看这是 OK 的，这是 OK 的，这个其实有一点错位了啊，你看这又是错位了，看明显的啊。嗯，那这个是好的，但是这儿有个问题啊，你们就注意看它这个袖口，这个袖口是张开的啊，这个袖口张开的，为什么它张开的呢？因为它本来里面这个动作啊，记住就我说这话，里面这个屏幕里面这个动作啊，它其实没有动，它手是一直在桌子上的。他不像我拍摄那个，我拍摄的时候在里面他也是拿出来这样的动作，而这个呢是手一直在桌子上的啊，一直在桌子上，所以当他做的时候他连整个桌子也搬走了，你看了吗？看整个桌子都搬起来了，对吗？所以他这个其实做的很粗糙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手一直在桌子上的话，这他的领口是自然张开的啊，领口是自然张开的，因为向下张开嘛，但是一会儿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的，你看这儿张开张开张开的，在这儿看看到了，突然收紧了，嗯，看到了吧？所以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用关键帧来做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它是有穿帮的，但是呢，对一般人来说根本看不懂啊，根本看不懂。包括这个杯子，你看看这个杯子，看这个杯子也有不一样，看到了吗？手势一样了，但杯子没有对上，对吧？这儿杯子已经到这儿了。那这儿上面杯子已经出来了，里面的杯子却没有了，对吧？所以他把弄得很快，所以看不清楚。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关键帧，但是你看第一遍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破绽，对吧？因为我们人眼的识别能力很低的嘛，我们最多可能只能识别 0.1 秒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的话用关键帧它来多做几次，做得很细，就把这个可以操作过来了，这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操作啊。但是说如果之前的手在桌子上一直没有动，那为什么我们从视频当中看的他的手是在往上移动的啊？这很简单嘛，就挪位置就好了嘛，对吧？我为什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做的不好的一个地方，他手你看他手往上挪位置没关系，我只要移动里面的就里面这个视频的位置就好了嘛，对啊，我就刚才就是在我刚才在做的这个动作，我不仅仅在做放大缩小，我还在挪它的位置，这是为什么？这个连桌子都变了，连桌子都跟着动了，因为它整个通过关键帧把不同时间的位置改变了。 OK， 这个能理解了吧？那么再说一个，刚这个这之前上节课我给大家演示的我做的那个宣传片，好，我看哦，这个我可能已经删掉了，怎么？哎，为什么这个我删掉了？没关系。那我之前做这个宣传片就是用这个关键帧这个技术，
啊，这个是一张照片，是一张特写，但是呢，我让它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大小，然后最终呢，跟下面这个试剂盒啊是同样大小的，那么我只要控制它一开始这么大，然后最终是这么大，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只要用一个关键帧技术就可以了，啊，所以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所以这就解释了上节课啊，大家有朋友想说这个怎么实现的，我看是不是在这儿啊，这个是不是在这儿我做的，啊，就在这儿，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一张照片啊，我在这儿呢，看这个最下面我加了一个关键帧，这个这么大，那么到这儿呢，哎，我让它变小了，你看这中间的整个这个过渡全部都是系统它自己加进来的。哦，看到了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帧的非常基本的一个应用。中间这个过渡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系统自己加的。那如果我不要这个关键帧 ，OK，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你看现在就变成减号了吗？看到这儿这个图标，关键帧的图标变成减号了，对吧？那么我现在把这个关键帧去掉，那它就是一个图片，没有动，看到吗？那么我现在如果说我想在这个位置加这么一个关键帧 ，OK， 我现在再点个这个加号，看底下变成多了一个红色，就加这个关键帧是吧？我这儿不挪动时间轴，我就把这个变小。然后呢变得这个差不多大小，然后把这个挪下这个方向啊，然后自己帮你缩小，对，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东西缩小了，哎，这差不多了啊，哦，OK， 那么你看中间的这个时间段全是它是系统帮你自动帮你做的，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来操作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关键帧，你学会这个以后啊，你可以加很多特效，比如说我先给大家找一下 TikTok， 嗯，那我这儿做了个一秒钟特效，大家看，就一个火焰，那这个就是很简单，我找了一个这样火苗一个素材，然后我就再加不同关键帧，让这个火苗素材一直跟着我的手，看到了吗？对啊，对吧？就是这样，所以只要让它一直跟着你手，然后这样播放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里面可能就你看，就是一秒钟一秒多的一个时间吧，我看，对，就一秒多一点点时间，我这里面加十几个关键帧，啊，所以这个的话，只要你花点时间啊，就可以把这个关键帧。这个就可以掌握，那像比如说我们之前以前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像比如《新白娘子传奇》啊，不是经常有这个空中画个圈吗？然后一个团火或者一个那个围着你，那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就是这样效果。至于刚刚我说这个火焰素材，其实我看看这是不是那个可能在咱们这里面可能都能找到啊，比如说我现在找这个画中画，我看它这个。有没有什么特素材库啊，素材库里可能都有一些，我这个忘了我这个火焰素材从哪儿找的了，那这里面可能啊，对，特效好像是在这个 sticker 里面就可能就有啊，你到这 sticker 里面可以看到啊。那另外呢，介绍完这个关键帧之后啊，介绍这个关键帧之后，那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剪映里面的这些就中文版里面的一些功能，但是呢，这个的话，我留给大家这个时间，你们自己去摸索一下，就中文版这剪映里面有哪些啊？就是你有很多这个华人风格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这个时候呢，我要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抖音这个软件啊。抖音这个为什么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再做一些再进一步的降低大家制作这个视频的这个成本和时间以及脑力呢？就是因为抖音它本身啊，还集成了很多。很有趣儿啊，而且很有创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啊。但接下来这段时间，请大家不要录屏啊，因为我可能要用几个小道具啊，比如比较丑啊，比较搞笑，但是确实比较丑的东西啊。OK， 那这是我的抖音啊，抖音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之前没接触过啊，你们自己慢慢接触一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它整个界面就是首页啊，你可以去不同的这个视频。哇，他们的。
然后呢，同城啊，就把你 San Diego 的一些可以这个人发的东西就放在这儿了啊。然后呢，消息啊，就是别人给你发这个消息。然后我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主页啊，这是我自己的主页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主要是让大家点这个加号啊。我再看一下啊，这最下面有个加号，看到了吗？啊，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发布啊，你自己可以发布这个抖音。那么我现在点一下这个加号啊，它默认呢，默认它是直接来显示我了啊。来，这是我，嘿，大家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最左下角这个道具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应该能看清啊，道具。那么我现在点这个道具，它里面呢会给你加很多，哎呦，这是什么？这默认看到、啊、看、啊、看到、啊、这样？为什么我让大家不要录屏啊，不要拍照啊？这个东西是严禁外传的啊。这个还不是最搞笑的啊，那但这个就是一个，哎，你可以自己，比如女孩子啊，或者一些小妈妈。你当妈妈，你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道具啊，然后直接就拍一个啊比较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还有这热门里面的东西啊，或者呢是弄一个，哎呀，这个怎么没有蓝娃娃的？这个怎么下不了这个吗？换一个看看啊，杨顺 ，OK， 可以下载的。你看，就拿头来转呼啦圈啊，就是个直接一个小游戏。你看看，对，是吧？减肥失败，你拿头转呼啦圈是吧 ？OK， 那它有不同的场景啊，你可以用，比如说这个。啊，就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啊！啊，那这是场景啊，这个像你们，比如你们开 Zoom 会议，它后面可以给你不同场景，这个也是一样啊，但它呢有更多更丰富的啊。TikTok 上面呢，它也有类似场景，但是它远远没有这个抖音上的这个丰富啊，所以我先给大家做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展示。里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确实比较丑的，随便再找一个，像这种就是关公啊，那，哎，你们好，哎，这个还挺帅的啊。OK， 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直接拿过来，就拍一个很简单的，甚至你就这样说，比如说咱们现在说这个。人口普查或者保险的，就说，哎，你如果不买保险的话，听关公的话啊，你不买保险的话，你就可能什么的，你的房子都没有了啊。那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对吧？你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造型去拍一个啊，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小视频了啊，所以就完全降低了你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制作成本，你不用想那么多的啊，只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就好了。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我看还有这个比较可爱的啊，比如说昨天晚上咱们说那个比较可爱那个造型，你看，哎，他把你做的很小了啊，就是这样年轻化了嘛，对吧？那这也是一种啊。然后OK， 再来一个，就是大卫像是吧？那你可以这样，对吧？这是大卫嘛？啊，喂。你们参加人口普查了吗？啊，没有参加赶紧参加啊！你看我胳膊都没了，我想参加参加不了，你们都不参加，对不对？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展示，对吧？或者没保险，你看，哎，我胳膊没有了，我没买保险怎么办？谁能赔我这保险？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概念，跟这个背景结合起来啊，你就可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一个呈现啊！你看这个，哎。胡子没刮，是吧？对，就这样一个反应。然后再给大家搞笑的、啊，那这个，哈哈哈哈哈哈！你卖保险了吗？卖保险了吗？我就去你家。类似这样的一个呈现啊。我问，这是在哪里实现的？是在我里边吗？啊？什么？是在我里边吗？是在哪个？就在这个加号啊，最下面有个加号。Oh my god！ 这是最下面这个加号，看到了吗？嗯，看到了。啊，这里面就你就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道具，然后产生不同的像角色，然后根据这个角色，你再去做一些小故事啊。就比如刚才还回到这个，大家你看，这个有这样的效果的话，就笑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它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了啊。比如说，就是。
哎，你撞了我了是吧？你没有买保险，没钱赔我是不是？那我就去你家，你必须娶我啊，是吧？这样就出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概念啊，或者是你不做人口普查，我上不了户口了，对，就类似这样的是吧？对，还有些很多扮丑的，你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效果去呈现出来，是吧？比如 Is the orange the one on the orange one? Which one? Orange. The orange. 为什么下不了啊？我平常可能是我这手机空间不够了啊，我这两天做太多短视频，把我手机空间都占了，比如这个可能。Oh my god！ 这里有很多很多，就是你可以笑一整天的啊。那我个人，我看这儿有没有我自己有没有收藏这个啊？啊，对对，这个很好笑的，这个，你看，哎，交房租了吗？啊，然后再换一个，喊他换一下。他加了，你加了吗？你做人口普查了吗？你看，就这样的可以做很多这样道具。这个道具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些道具，然后自己去生成那些不同的一些风格，不同的一些这个就故事啊，然后可以做很多的。那我这样呢，最后给大家呈现一个道具吧。啊，这里面道具太多太多好玩的了啊，我就不给大家去细讲了。那最后呈现一个啊，就比如这个啊，我还走不开。比如说这个 AR。啊，大家看我这儿这个我收藏的啊，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想象力有多丰富啊。它这个什么做呢？你看我现在对我这个屏幕啊 ，OK， 比如说我现在在屏幕里面可以哎跟着这个东西画一个东西啊 ，OK， 那看我现在随便画的吧。但是你看，如果我挪动屏幕的话，它像在浮在空中一样，看到了吗？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啊，它可能觉得没有用了，但是你可以在上面写字儿呀。你可以在不同空中，比如我在这儿再继续写一个啊，写一个短视频啊。那么你可以一步步的走进这儿，你看从这儿一步步走进短视频，或者你直接就写一个啊，你参加。人口普查那，你可以这样写，然后你逐步的去走进它。你参加人口普查了吗？对吧？然后用不同的，你可以用你家的背景就可以。在你家后院里面，你可以走十几米啊，慢慢的去整一个这样呈现，对吧？这就是一个很炫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你可以看穿过这个字，然后看到下一个字，看到了吗？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用只有你用手机才能拍出来，因为手机它里面有投影仪，有整个这个定位的啊。那么像这样的效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房产经纪啊，你想去给别人看一个房子，你就可以用在这空中写字。啊，然后逐步的走进，像这样就很酷炫一个效果，对吧？那这些是我们说我们自己做技术啊，就做不来的啊。这个你没有跟这个就用这样的一些道具啊，你自己是做不来的。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这里面有这么多还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大家都是可以考虑直接用这些功能，然后做一些比较啊比较酷炫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包括完成咱们的作业。所以今天还有这个同学就是说还没有组队，其实我说你根本不需要组队，你上完我的课以后啊，你自己会有很多无穷无尽的一些短视频的概念用来完成这个作业。我要说这个咱们作业是啊，你的连二选一，但其实你完全不用二选一了啊，你看你两个项目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一个短视频啊，你发出去又搞怪又好笑，而且确实很有意义，对吧？你们说呢？对不对啊？Okay。所以呢，这就是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就它里面这些道具，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用这些道具去玩一玩啊。
那么 ，OK， 今天最后零三五，今天最后呢，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是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有一个抖音，我们在做这个短视频，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啊？可以在这些平台里面做哪些东西？比如说你是个作家妈妈啊，你是妈妈，你家里有孩子啊，你小孩子去从事一些短视频去创作，可是问题是你孩子要做哪些东西，对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你不知道，对吧？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一些概念，比如说啊，我现在输一个叫在美国，我先输用户，这就抖音上啊，抖音上有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呢在美国在抖音上就不断发这些不同的一些视频啊，像这个比如说这个保罗在美国他的粉丝是545万，后面这 W 很有趣啊，他们用拼音啊，大陆那儿用拼音这个 W 代替 万， 他有500多万的粉丝啊。第二个这个70多万粉丝啊，10几万的粉丝啊，这里面很多很多有啊，包括这个福建大妞在美国，大家看到了吗？现在这个那么追上，这个是讲的圣地亚哥的一位啊，他就是圣地亚哥，在 USSD 毕业以后，然后在咱们这儿开的这个奶茶店啊，这是咱们圣地亚哥的。那还有啊，我记得还有个叫小李在美国，他在这儿，一会儿我可以到快手上看一下啊。那么这里面他们就讲述像中国大陆去讲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陆在限制不能访问国外的网站，所以呢大陆的人呢他们会对国外很好奇，对吧？所以我不管你什么年龄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你如果给大家介绍啊，在这个美国这儿的一些生活也好，这个学习也好，在国内都会有人会关注这个东西，会听你来讲述的啊。比如说我是个小朋友，那么你可以在这儿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频道，你专门给大家介绍在美国你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你给大陆介绍一下美国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哪些情况，很多东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国度啊，他们就这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呢用这种方式，你可能从小就可以把你打造成一个小网红，但这小网红这个事儿，它不是个贬义啊，它不是个贬义，那你可以用来去传播一些美国的文化啊，用这样的方式去说，哎，我去给你介绍美国文化，我来介绍圣地亚哥这个城市，也许等到你是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大网红了，你是几百万粉丝啊。那么你每次给大家介绍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些景色啊，都会给大家这个圣地亚哥带来很多游客，对吧？那么仅仅这一项，你就能影响到很多人，你就能影响到这个城市。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来说，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对吧？所以哪怕从功利角度来说，这个都可以帮你去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做到一些你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我是个房产经纪啊，那当然你在这上面有直接好处，你给大家介绍美国房子，对吧？或者你是一个保险经纪啊，或者哪怕你是个餐厅服务员，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小网红啊。那么很多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叫所谓的叫网红经济时代啊，网红经济时代，在中国大陆那个网红他们用来去带货啊，直播带货，发视频带货，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学习就要用这种方式，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至少这是一个之前我们没有能力去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没有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多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方式，你要跟这个时代走得很近啊。所以这是这个在抖音上，那么还有在快手上其实也是一样啊，快手跟抖音很多相似的地方啊，但是呢快手这儿我先给大家搜一下，比如说我搜一个在快手上搜这个在美国哈，那也是有很多的人，那也是有很多人啊。那你看这个什么 Noah 一家在美国，小农在美国，二姐在美国，对吧？很多人，像这个小李在美国啊，他呢就在圣地亚哥，他有54万的粉丝，啊，54万粉丝，他其实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个服务员。那么他呢比较这个细心，他观察生活，所以呢他做出很多就一般人没有做到一些那个片段。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你觉得看起来很普通啊，但对他们来说，
在国内的人来说，哎，觉得哎，美国怎么是这个样子，跟他们之前想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你可以去关注的点。而且呢，快手这儿呢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快手啊，它是可以做直播的，就是你如果在美国，你如果还有在中国的身份证的话，在你认证之后啊，在你认证你的身份之后，你是可以直接在美国对中国做直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商业目的的也好，或者你只是为了宣传文化也好，都是可以通过快手做直播的啊。那么通过抖音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抖音它对这个海外这个 IP 限制还比较严重，所以在美国的话，在没有在不能满足一些条件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直接在美国对大陆做直播啊。所以这是抖音和快手一个最重大的，对于我们来说最重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在这个美国这儿呢，有很多的一些底层人士，底层的华人，他们是在通过快手做直播，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啊，他要通过做直播来做生意，但是抖音上他们就很难啊，抖音很难。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区别，也是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概念啊。你可以说，想说做一些短视频，让孩子啊，尤其现在大家都在家啊，可能可以做一些哪些内容，这都是可以能参考的一些东西啊。而且呢，可能你出来一个东西真的能让你爆火啊，因为像抖音也好，快手也好，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先决的一个可能性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去介绍抖音和快手的一些啊一些东西、一些功能、一些道具。这样的话，把大家制作短视频的这个门槛啊，极度的拉低，啊，这样的话，大家比如说用刚才那个道具，你是完全可以通过那个道具串上一些词儿啊，然后呢去做一个这样的视频出来，非常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那这些东西，啊，我希望大家能多运用啊，多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啊，传播一些正能量啊给大家。所以今天这内容主要这是这么多，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现在来问一下。快手也需要就是下中国版吗？因为我们快手也是下中国版，它你可以下成国际版的，但是同样啊，快手的国际版，的内容相对于这个中国版来说也是少不少。像这些组件啊，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这个道具，在这个抖音的 TikTok 的这个英文版里面是没有的。它是有这些道具，但是我们看起来那些道具都太普通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来说，从创作角度来说啊，你在抖音上能找到资源会更多啊。那这是美猴王。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大家还不能下载这个抖音中文版的话，咱们在群里再慢慢的去来商量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只要大家能把这个，比如说 iPhone， 你把这个地区换一下，应该就可以直接访问了啊，直接下载了。然后如果说是这个Android 手机的话，你可以直接下载它 APK， 就相当于一个安装文件啊就可以了啊。OK， 那没有问题的话，这节课我们到这里面啊，记住啊，咱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啊，咱们得尽快的把咱们的这个两个作业能完成啊。我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啊，尽可能把两个都完成那是最好啊，没有时间你就挑一个你觉得好说的啊。那如果说是你要做这种人口普查的，那么你需要在最好是在这个结尾部分啊，结尾部分可以加上一个这个我给发在群里面的地址和二维码，这样的话大家只要你到那儿以后说，哎，看到这个东西我要赶紧去参加了，那么他立刻可以去参加啊。所以这是提醒大家一下。 OK，那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就是今天特别炫的这个视频，可以具体教一下怎么做的吗？啊，哪个东西？就今天喝水的这个视频，能够具体教一下怎么做的吗？可以，可以。我这样吧，我看我先把那两个素材我发给你们，啊，你们先自己去研究一下。如果你们现在有这个剪映的话。明天这最后一节课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去再做一下演示，因为这个属于比较高级的功能，这个做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啊，我就只能给大家演示一下，不然花时间太多啊。如果其实你如果已经下了，你可以自己先研究一下这个关键帧，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
自己能操作了。好吗 ？OK， 那今天我们课就上到这儿啊。谢谢老师，谢谢大家。大家如果有什么好道具也可以分享到群里啊。谢谢。谢谢，拜拜。拜拜。